1月31号晚上，演员王雷在微博发文称有点忍无可忍了，如果还是这样，我要发声了。有网友在评论里猜测，是不是要去身临其境了？随后王雷转发表示，不要瞎猜，自己针对的是拍摄现场，演员用替身的行为，随即秒删该微博。据了解，王雷最近与陈晓拍摄《陆地之王》，网友们纷纷猜测，难道说的是陈晓？不管雷哥说的是谁，抠图演员确实不能忍。不过能让一直低调随和的雷哥如此大发雷霆，姥姥表示真的很想知道说的到底是谁。微博发出后，网友们纷纷表示支持雷哥发声，有的说雷哥不要在气头上做决定，如果还是咄咄逼人，就说出来，我们雷哥不惹事儿，也不怕事儿，力挺王雷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风风火火闯九州，支持雷哥，绝对实力派，雷哥眼神都是满满的戏。忘了新闻，好演员从来都是用实力说话。好。